么多。生快乐姐，我跟着你去，拜拜，拜拜。开了开了开了，感觉这个搞什么飞机，它有点脆，我们也不能那么讲究了，只能说是煮熟了就吃吧。这个就叫乱炖，开放了。上面是用蛋儿啊。来，我们叫工作的人就赶紧先吃。这是所有的调料吗？拿过来，手拿过来吧，也好啊。跟辣椒有啥区别？可以看它跟辣椒有啥区别。它是这样吃的吗？对，不用煮吗？你的庆姐生日快乐！18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我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谢谢大家！哇！大家来参加我的生日派对！是有 cosplay 的生日派对资源。今天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呀？对拍，我不敢，我不敢把口罩摘下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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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会是我老婆又来了。哟，哎呦嘿！哦，已经有点过分了，老婆我来见你了。我谢谢你啊。谢谢，疫情都没有能过得去。谢谢谢谢，他肯定也不知道我是谁。希望你可以好好照顾身体，然后不要生病了。好。那个小哪吒身上穿的是那个五四月的衣服。啊，我看到了。然后小八他们都身上都有混天绫。谢谢谢谢，特别好看，特别好看。然后有机会之后再过去看。好，谢谢。好吗？嗯，好，你也注意身体。打扰大家的事。烟花已经放完了，然后我就带你看一下这个迪士尼新春的这个气氛吧。姐姐，真的生日快乐！哇！姐姐生日快乐！姐姐生日快乐！哎，这真的好漂亮啊！很流行这个兔子吗？这个小兔兔我已经收到好多。这是小巴的衣服吗？哇，哎，这个皮筋很可爱耶。都是我的，谢谢科研室爸爸。哇，是我喜欢的呢，是我想要的呢。呼呼，就不用担心没有鞋子穿啊。首先谢谢大家，收到了很多的祝福，反正我超开心的。也吃了好多蛋糕，反正就希望能够就是大家给我的这些祝福，大家一起分享，然后大家都开开心心、健健康康，然后2021年大家都越来越好。宝贝们，好的话都扣一啊！希望2021年，希望能有机会见面吧，大家都保重身体，然后开开心心最重要。好了，我要吃东西去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